因为妹妹身上有包袱，没办法问啊。可是，因为很多题我，下一部戏可能会找我合作，但我怕我问了之后，你有在怕这个？电影生涯受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想要就是电影，你要走，就外对啊，就看你停在那里哈。你给我偷了。可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跟那个刘大哥说声抱歉。什么事啊？因为大 S 一根留的花就是得知要拍这部戏，我们全家就非常的嗨。因为我很高兴之外，徐妈妈是很爱留德华的，然后就是说宝贝宝贝，妈妈要去探班什么的，可就被大 S 就完全的阻挡下来，因为我怕我妈整个就是穿露点的睡衣。结果呢？在片场冒出丑闻。对，就整个已经躲了一整个拍摄的那个期间，只有刘大哥来到台湾，听说昨天晚上好像跟我妈吃了饭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已经见到了。而且你知道我妈多不要脸？怎么样？她吃饭前还化了浓妆。我餐低胸了，礼服吗？我记得有低胸吧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起码有一个拥抱吧。有有有有拥抱到，对啊对对对。她香吗？
怪问题。